那么春节的因素，或者是疫情的因素，大概将近5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。 现在呢，我们专家组已经制定了比较详尽的预案，目前病人的情绪是稳定的，下面呢，我们还会根据病人的病情的变化，采取进一步的诊治方案，确保病人的安全。